去买东西怎么说？要问问他们泰国人都不知道。OK， 今天我有两个文字要跟你们知道啊。第一个，你们要去买东西，要问问他们多少钱。泰文怎么说？泰语怎么说？不知道啊。啊，你跟我说啊，多少钱是说？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อะอีกทีนะตัวเปล่าเฉียนซื่อ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然后呢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要买什么你要跟他们说话一下这个多少钱？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安妮，泰语说啊，安妮，安妮，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这个安妮多少钱？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一样中文呐、啊，泰语，安妮这个，拉卡套来多少钱？一起，安妮拉卡套来，怎么办呢？你们要每天说，要可以说泰语了，然后我。要跟你们每天要说泰语啊，拜拜！今天我走了，但是你们要知道什么文字可以跟我说话，可以问问我啊，拜拜。